他哪一个团重来过一次了没有啊？啊，明天让我们到那个射日舞台，我们重唱一次好了。这是消费一张游戏，好不好？把消费给灭火器啦，如果你唱的话 OK 啊、最难的难关，这个事情就是试音的时候不要唱，不要拿太多塞，不要唱太多歌，可是没办法，我太兴奋了，我们两年飙一次，我们争取时间表演，不光自己，我们生命就在一直燃烧，就在风中蟾蜍一样。像我朋友一只光头熊，我的燃烧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歌单啊，所以我在乎看的原因就是下一首歌要唱什么。我故意，就是不专业的乐团，就是连出门连纸都不会带。啊？什么？啊，对。那个就是早晚发现之后，啊，我在15年前有一首，就是第四台有那种永和中医诊所，你若无相信，我就丢掉，你还错一个啊？丢掉他是点啊，示意，对啊，蒙太奇，我一关。你说，他一说做俗用的啦，是啊，那那讲的嘛，另外那个吃好的那个手法，对啊，较早看这用为百姓扎下白的垂银河，我是对啊，我真的我比较俗用啊，所以我才可以当跟你当朋友。我二弟在这里，因为阿公的化妆品没关系，就是15年前，我们都还是19岁、20岁或20出头岁，对，那时候写的《早有朋友》歌，嘲笑那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写的很美的，写的很不错，可是现在15年后好像。15年后好像跟小便会冒泡泡，然后会有白灼的现象，然后现在好像灼痛感，灼对，烧灼感，烧灼